劝劝吧，这老小孩似的，没办法。我去收拾一下他这两天要穿的衣服啊。嗯。外婆。哎，哎呦，小陈呐，来了。嗯。哎，又不认识了。哎呦，诗姨呀。 哎，外婆，哎，大娃呢？啊？啊？我重孙子没带来呀？重孙子？重孙子在做作业呢。3岁，做什么作业呀？他特别喜欢做作业。 嗯，孩子喜欢，哎，我觉得喜欢那最紧要了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还打算要一个不？啊，还打算要一个不？啊，这要看他了。 还打算要一个不？要啊，当然要。哎呦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见没有？努力呀，努力呀！<笑>我努力。外婆，哎，晚上和我们一起回老宅吃饭好吗？不好，麻烦，太老多的人了，那我看着心里就烦。 可我想您了，我们俩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一半为中秋，一半为看您，您就当为了我俩去吧，好吗？好，好，那咱们进去收拾一下。哎，哎，好，好。哎，大娃他读幼儿园了吗？读了。哦，小心。